这呗又发生了呀，你这小脑瓜想啥嘞？小脑对呀，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咱估计是过来上身，平常都是咱爸的活，咱爸经常没搁家，又落到我身上了，我在想一会儿该咋做，规矩多，这是重担呀。咱爸给食材都买好了，鸡肉还有个鱼，咱锅是出了名的慢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到，等他到了我再做饭，我感觉时间来不及。老板，要不一会儿你做饭吧。能做啥饭？做呀。你叫我做，我你等我咋做，我这不做了吗？我等他咋做，你做饭都忘了。做饭我咋就不干了吗？你别忘找养老就管了，要不你做吧。好了，起火了，料、鱼、肉、鸡，这个拌这个的。11:30我估计回不来。这个组合，这个能弄弄，不能弄算啊。嗯。不是想包葱姜蒜吗？先给肉出个油再包葱姜蒜。和我的套路完全不一样，我这都回来了，现在才开始做。大家伙大哥，今天呢小姑来这边直接搞一套组合拳，鸡鱼肉蛋组合拳，做的吃挺好的。要我来吧，我看。不要你了，你先炒菜里边炖鱼吧。小妈逼的，太享受了，太享受了。这一碗成品肉，一碗搞定。来。对，你看老婶都料都弄好了，咱们炒不好呢。电箱牛放进去就行了。嗯。上面弄鸡，下面搞鱼，拿两刀。葱尖、食盐、料酒先腌了，最后再红烧。肉片儿，食盐、生抽、胡椒粉、淀粉、鸡蛋清、鲅鱼、蛋。切点配菜就起火了，葱姜蒜、火锅底料、豆瓣酱、干辣椒、花椒、日料酒、加水、食盐、鸡精、老抽、冰糖、捞汁儿、煮白菜、下肉片儿。我都做好了，我这也快了。加快速度，最有特色，能压芥菜丝比芥末还冲，就这一块儿。拿起锅门出来，在那边放上串的自剁酒啊，我上吃一个自剁酒。啊，哎，这鱼麻酱我喜欢吃。这放上串，这倒不串。不串，不串不好吃，不串芥菜不好。它没有那条露出来，它越露出来，它越长得越大。他们长得大一点，那料理蛮好的。水煮肉片，尝尝，尝尝。这啥肉？我吃不出来。水煮肉片。水煮肉片。猪肉片。嗯。猪肉。猪肉。那好吃呀。先腌，腌好之后用火锅底料给豆瓣酱烧。底下还有白菜，准备。明菜。吃法类似于北京烤鸭，一夹。嗯。吃，然后就吃的不来了。哟，还有更多是吧？那个大的往下弄弄看。
黄瓜大翻盖。哦。米饭烧吃的烧生汤生汤慢，早上就吃。不要吃饭。不喝，你不喝喝一碗，我喝。早点吃一下就。别喝一碗。不光吃饭。嗯，多喝点。吃完了呀，啊，今天这个鱼烧的，就剩个筋儿，这个差不多了，水煮肉片儿。还几个片肉，吃光了，整体很 OK， 厨艺进步。